这里是后尖山步道停车场，哇，旁边都是槟榔园，漂亮的槟榔园。步道就是从这边上去。准备了，9:47，登山步道启灯，后尖山步道，一开始是产业道路。应该是柿子，还没有熟。9:54抵达这个步道入口，要到停车场400米，到后尖山600米，还600吗？一开始都是竹林，阶梯缓坡上上。这个步道走起来比较闷，这一条步道都是之字形的，这样上来再上去，到了这个零线岔路口了，要右转。现在10:09，哦，直走是投射山，后尖山往右，走在零线上面了。听说就快到了，那过了这绿色围栏就到了。这个阶梯都是两阶并一阶的，两层阶，都是用两层阶。100米，走上。两块砖算什么？1、2、3。三块砖的。三块砖。阶啦。超级大。两块算什么？哇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自己想办法，不要喊。这铁皮有一阶也都很高，我们抵达后尖山凉亭三角点，一刻不歇息的踏阶而上。10:31，走，我们下山，太闷了，我们直接下山了。举步维艰，
是139分，抵达岔路口。这个岔路口到停车场还有1030公尺，到那个三角点是255公尺。我们左转向下回停车场。10:50，抵达产业道路。10:55，回到后尖山步道停车场。后尖山挑战成功，耶、这是猫兰山的登山口。欧杜纳护照第一座小百岳。啊，是啊，欧杜纳。猫兰。再讲刘婉珠。看我今天跟上一次有没有进步？一定有啦。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那再走一个半，其他再走两个半。现在工种楼八大。这是我。嗯。把这个铺到这里很不错哦。哇。这里很凉。嗯。这个视野很好啊。哇，水色大山这么清楚。这个茶叶改良场，你们要上八尖山吧？看日月潭很漂亮哦。拍一个好不好？是，一定是。对。再转个弯就到了。对。已经看到最高的、那个点了。真的假的？是。猫兰山，我来啦！海拔多少？啊！你要不要拿本子？
拍啊？要。那是在灰灰那里。有没有嘞？是灰灰车。从猫栏山远眺慈云塔，我这样两步就可以跑一排了，还被录起来耶！我有，我有。